よし。现在继续展开好了，有没有想要大招？但是觉得等一下他盾回来之后再来大招。用力！よし！そこだ！趁 BP 满的，直接再来。暴风雨斩！そこだ！全力します。行くぞ！引くな！飞空斩！今だ！可以，再来，激活，普通攻击，哎，被 miss 了，没关系。我が太刀は背。見えた。帅了。再可以破防。灭夜。没有破刀房。果断。K2 的 CP 要留，因为可能要补血大家。行きます。最后玩一个魔法。行きます。嘿，你怕什么？风属性是不是？我就来给你一个风啊！吹起来吧！挂！哇，好久没有玩到这样的黎恩了，是不是爽快满满啊？啊，对啊，破防太刀打打打。哒哒哒哒哒，尤其是那个当黎恩跟库尔特两个在左边相连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配上太刀，几乎就两个人一直打。まだまだこれからだ。各種ステータス。よし、やった。然后如果他的顺序会在 BOSS 之后的话，那就改成攻击阵容，然后用那个 S 技打一波。なんとか。リン教官。赶快解除啊！还不解除？无法解除。教官、どうしたんですか？力の暴走です。このままでは。そういうことか。灰色の騎士ならぬ灰色の鬼ってところかな。どこまで行けるか、もうちょっと見せておくれよ。およ、稍微显形な。うまく誘導すれば、もう一体くらいは呼べそうだし。さーて、何が現れるかは。再叫出另一只。这个意思有两层，一个是就是另一个人，另一个就是他心中还有别的鬼，白色的鬼。そこまでです。啊，没办法，可惜。亚历山，亚历山，哦，不是，班长。哇！破除结界，班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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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熱々。熱いの。綺麗。又来了，每次他们看到的人就是綺麗。しっかりしなさい。力を安定させるわ。猫居然会说话，还会魔法。猫喋った。あなた方でしたか。すまない。しかし絶妙なタイミングだな。ええ、喋ってないで心を落ち着けなさい。就是沉静下来才可以跟你们说话。邪魔されちゃったか。今晚上超漂亮。今の結界を破壊した力。あの人かと思っちゃったけど、やっぱり姉さんもこの地にいるんですね。結社の執行者、おとなしく姿を見せてください。才不現身ね。それは今後のお楽しみということで。哎，马是不是又变大了？什么东西变大？そう待たせないから楽しみにするといい。炎の現実。私たちの術とは系統が違うみたいね。林教官。超神秘的。不过他刚刚出现跟那个整个地脉哦，这边回顾一下，因为在空轨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有做一些实验，就包含了地壳的地脉的活性化，以及这种远端的投影装置，所以不太确定刚刚他的这个幻影跟让那个红色花爆发是使用他们的那个科技的力量，还是他自己的幻术魔法。毕竟小丑他的那个实力也是超级未知数，感觉什么都做得到。心配かけてすまない。バリマールを封じられるとは。俺もちょっと迂闊だったな。もうそういう問題じゃないでしょ。どうか無理はしないでください。刚刚一定也得全力上啊。思った以上に慕われてるみたいじゃない。哼，要抱抱了吗？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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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かったよ。よくあの結界を壊してくれた。それにセリーヌも。抑え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な。大したことはしていません。でも新たに教わった術が役に立ってくれました。せいぜい恩に来なさいよね。あ、じゃあ握手は。あ、やっと会いましたね。再念、リンさん。あ、两个默契完美的时机点。伸出双手，在李恩身边尽是美女。对呀，第三个老婆艾玛没抱抱。艾玛小姐是魔女吗？你看刚刚的那个教授不见了，可以。正確にはヘクセンブリードの一人ですね。この子はセリーヌ。私の眷属で家族でもあります。眼睛也好 beautiful。嗯，这只有下面有框的。まあ、使い魔と言った方が通りがいいかもしれないわね。とりあえずよろしく。別によろしくしないでいいけど。所以感觉也变得更妖媚化了吗？哇，这真的各种 beautiful 啊！到底有多吃惊呢？同为第七班，台面下的世界。操控地下的灵脉。哦，枪支深渊。
调查结束，对，你们先回去。老师，我跟我的旧同学需要叙叙旧，刚好这里就是一个旅馆，我们需要叙叙旧，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的休息。那我希望这里不要有任何的人，请离开吧。我一起来，机车坐得下那么多人吗？呵呵呵呵呵呵呵，想说拿来伴手礼，请不要把我拿来当一般的眼望相题，然后就拿了，有没有？他又不是哈比，流口水，哈哈哈哈，原来啊，还是很想要吃。终究还只是个猫，猫咪猛冲，攻略圣雷弩那么简单，对不对？多钓几条大鱼就没问题了。每天给他一条鱼，保证圣雷弩对你绝对爱上你。口咸甜，体正直，瞬间，真是笑死！也要点餐吗？都打嗝了，肯定是很会钓啦，各种钓起来。好吧，那我们今天想不到。最后遇着的不是亚丽莎，有点小可惜，但是有艾玛也是不错，好不好？我们等候她等候了很久了，我现在在看，哦，艾玛，耶耶耶耶，下去，理念手杖，这个我们下次再来调整。哇，这个你不说我还以为是哪里来的偶像耶，对不对？艾玛，你真的这个眼镜很漂亮啊，但是拿下眼镜更加的 beautiful， 太 beautiful 了，哎呦 beautiful 啊，我的天哪，这太适合你了，艾玛，我天哪，你有帽子啊，所以这恶魔套子就相比还好。各种看，这就是又有帽子，再加上发色不同，就可惜了一点。抱抱也不用抱抱了，所以改天就有那个拿下帽子。我他怎么没 charge？ 哦，好闪哦，太闪了吧！整个画面变成超白。可以，好，真的超级漂亮，什么地西班最漂亮了，亚历莎也很漂亮，好不好？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今天最后。艾玛 get， 希望他会持续的跟我们走久一点，好不好？走久一点，那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来看看艾玛的各种厉害，520这一天各种玉啊，棒棒棒棒。
好啦，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我们下礼拜三同一时间再会喽，大家晚安喽，拜拜。